一条项链，成色还不错，似乎……啊，谁？或许今时此刻还为时尚早，但终有一日，你会将他引领至这座圣堂之下，你会将他带来我的面前。1113 1114，哇，这银币也太多了吧，我得数到什么时候去呀？嗯，有客人来了。人生在世，不过就是空梦一场，来也匆忙，去也匆忙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活得自由一些？反正是梦，大胆一点又能怎样？怎么回事？身体……牙医姐，突然……你怎么了？牙医姐，这里是……到这儿来，陌生的旅人，离我再近一些。我一直都在等待你的到来。我无法给予你指引，这条路途只是从无数陌路中走出的小径，就是黎明中微不足道的一缕，所谓虚光，仅此而已。是你回来了吗，克斯摩？让我来为你画一幅画吧，用我最喜欢的颜色，大海的蓝，白树的绿，还有你和我身上的灰，就用它们来为你画一片繁星闪耀的夜空吧。